伤者由救护车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。朝早九点几，警方接报船景街九号黄埔花园十三座有人从高处堕下，警员事后在平台调查，发现大厦九楼和六楼的晾衫架被撞烂，一楼檐棚的木架亦都撞断，地下留低头盔、电钻和安全带等的。